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，请在那个 Subscribe 红色按钮按下去，同时开启小铃铛，你就会第一个时间收到我最新的影片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你们看我今天一身的装扮，是不是认为我要去爬山、跑步，还是背包旅行呢？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所以要记载一下这个 vlog。今天我重返母校，出席一场运动会，这也是我大宝所就读的学校举办的。因为我的大宝有参加这个越野赛跑，所以来这边为他打气，加油！
加油！加油！一二一二。